孙怡后继无聊，趴在栏杆上发呆。董子健老婆不惧发福，奶茶配小吃。在很多人的眼中，明星都是一个很神奇的物种，从剧组到出席活动，好像每一个地方他们都可以轻松到达。但是坐过飞机、高铁等交通工具的人都知道，飞机延误是经常的事情，明星出门需要借助飞机。其实也会有普通人的烦恼，那就是不停的等待。从曝光的孙怡后机的照片来看，当时在孙怡选择了一个吃东西的地方在等待，但是因为在那个时间段坐飞机的人不多，所以孙怡无聊的趴在栏杆上发呆时，没有路人进入他的镜头。不过除了孙怡自己后机无聊以外，大家发现董子健的老婆真的是一点也不怕发福。当时孙怡点了奶茶，配着桌上用塑料袋装的零食，吃的一点也不少。但是孙怡自从与董子健在一起以后，从没见他晒过什么奢侈品，反而早出晚归的拍戏，